我是老蔡，老曾。好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花莲一些好玩跟特色的亲子景点。那来到花莲呢，可以去哪些亲子景点玩呢？今天要一并介绍给大家知道。那前面两集的铜板美食，大家也可以再回去看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叫做光荣博物馆，它是我从小到大的回忆。那在这边呢，又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。这次呢，光荣博物馆他们也有参加花莲购物节的活动，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来这边有消费满100块，就可以参加这次的抽奖。那他们这次，我刚刚看到他们红布条贴，他们有抽出2奖，还蛮厉害的。好，那它的全票呢是260块，然后像厅票是180。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岩石说故事，那这边呢它就是在介绍石头的故乡。哇，好漂亮哦，时光转换隧道。哇，这边呢就是月球，哇，好漂亮哦，这也太壮观了吧。然后还有地球的剖心，哇，它的地震速度越来越大。那我们现在要进去的这个是动感电影，来体验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动感电影要开始，那它待会椅子会有起起伏伏的动作。的溯源到咯，我们现在要进去，那等一下要购买门票。那入园呢需要购买门票，那全票是200块，那120公分以下的都称作小朋友，那会走路开始它就算门票了，门票是50块。那它里面呢都有折抵抵消100元的抵用券，然后再来就是小朋友他有另外赠送，就是胡萝卜可以喂食小动物。好，那他们呢就是有送小朋友红萝卜可以喂食小动物，那待会呢我们就要去看小动物了。所以你只要购买门票就可以扫 QR code 然后参加这次花莲购物节的活动。那这里呢就是有很多网美打卡的景点，可以就是在这边打卡拍照，整体的园区很漂亮。今天对于这个行程感觉就是心情非常好，很开心。这就是这次花莲购物节的活动，满百就抽哦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然后一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柜台有非常多的甜点，这里的用餐环境呢非常的舒服。那这边呢也有提供一些小动物小朋友做观赏，而且你看小动物超可爱的。它园区相当的大，到后面呢这里就是有很多可以互动的小动物区。啊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，好可爱哦，动。啊，你看又来了。你要小心哦。那这里呢就有很多的和服可以去做挑选，然后搭配里面的场景可以拍很漂亮的照片。那这里呢也有一些配饰，那和服的选择有男生跟女生的非常多种。然后这里呢还有提供很多的鞋子，让你可以整套的搭配。
进来呢，这里就是可以跟鹿群亲近的一个场地。那带小朋友进来，大人一定要。这里呢，就是他们有各项的沐浴用品，然后费雪的玩具。然后这边的杯巾啊都可以做试穿，所以就是如果你们是刚开始来这边不知道挑什么杯巾的，也可以来这边看看杯巾。那他们的二楼呢就有贩售一些大型的玩具，像是电动车啊，还有电动摩托车跟气座，还有推车。那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新手妈妈来讲，如果真的对于不知道要挑什么推车的话，一定要来这里，因为它的推车真的超级无敌多。像前方呢，这里就有各式各样的电动车，然后就有很多现成的气座可以推荐给大家，像秀宇的啊、纳尼亚的啊，然后各式各样的气座。那推车的选择也很多，各式各样的推车，然后这里还有Jolly英国的轻便闪车。推车各式各样的真的很多，有战车，有闪车，有轻便车，还有卡普奇的啊，居然还有 ABC 底赛的双人推车。我终于第一次看到实体这很双人推车里面的战车，然后它的质感非常非常的好。这里就有各式各样的安抚巾，我对安抚巾比较没有研究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。蘑菇很好用，这一区呢有超级无敌多的东西，我真的觉得妈妈来到这里会失心疯，而且会逛很久，然后就不知不觉的很入迷。有卖芝姆石的吸鼻器，这也是妈妈界的育儿神器，小朋友感冒的时候这个吸鼻器超好用的，比电动的还好用。然后它的玩具也很多很多，像是这个车车系列，我们晨晨就非常非常喜欢。然后这个是 Miniware 的餐具组，我第一次看到实体的，它的质感真的很好哦。还有他们家的洗发精，像是这个安抚奶嘴啊，这里也有贩售。然后还有就是袜鞋。从花莲呢，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宝宝面，这里居然有卖宝宝面，然后还有胡萝卜口味。这里呢就是果汁系列，有果泥系列，可以让小朋友来饮用。到这里就是他们所有有卖的奶粉系列，这里也有贩售优和的半边吸乳器。这里呢就有很多的米饼可以做选择，然后是小朋友的零食天堂啊，价才850，然后它是200公分。尿布专区，那我们要去的下一个点呢叫做金子水管屋民宿，然后它里面有贩售火锅。那里面呢之前我们就去过了，那这次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间的口袋名单。然后这次他们也有参加花莲购物节的活动，那这个是他们火锅的餐点，只要点餐呢就可以进去里面的游乐设施来游玩。这边就是酱料区，好，那这里有爆米花可以吃，然后还有冰淇淋。那它的室内空间呢有一个室内游戏区，那上次来说跟这次来又有点不一样，现在还多了一个球池。然后呢这里就是它的游戏区，它游戏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游乐设施可以玩。那旁边的部分就是属于住宿的，他们有那个亲子水管屋住宿的部分，也是打开门就可以来到这里玩很多好玩的游乐设施。爬上去，
哇，你们比赛溜滑梯，哇！你推推耶，好好哦。那我们今天点了培根牛跟培根羊。这是我们的培根牛，还有培根羊，然后下肉了，正在吃他们的双喜亲子餐厅，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介绍。那最后呢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跟追踪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